这个是今天去市场买了两只兔子，然后给他才拿过来打我，然后也腌制一下，后来我200多大洋啊，再给他打我一下，打我在这个西斯坑里，反正期待收获多多，好货多多。来，我们给他加水。好了，回去期待好货多多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全，今天又出来赶海了。然后这个坑，前两天我在这里面下了200多门料进去，啊，今天过来给他盘一下，因为这个是大全的一个粉丝朋友，然后他叫叶叶，他报的坑，啊，今天赶紧过来给他盘一下，反正我们其他都不管，我们期待好货多多，大货多多，家人们一起发大财哦！来，举砖的直接开盘。来，嘴超干的，我们着火吧！耶，看就看现在的着火。哇，哎，刚刚下来就有货，十几户，哇，这条个头大哦，可以哦，好漂亮，举办一张的，我们丢了。来，哇，这边，这，来，我们这一脚可以举踩满一点。哇，这边花龙，来，镜头，直接给他镜头，漂亮吧？黑雕，断它整齐，可以哦，收了，这边继续找，哇，这边，三，哇，两条啊，互相是咬在一起了，我不敢下走，他们在打架，我得轻点，来，我今天要怎么下走，家人们，看，两条巨轮在一起是咬，哇，互相是咬，哇，太给力了，有点吓人，来，下，往那边去，我先抓一条。这真的，我太坏了，这条太坏了，我们要轻点，来吧，镜头，刚才那场面刺激吧，来，这边还有一条，也给它拽出去，哇，看，有的都受伤了，直接扔到土里，大家厉不厉害？哼！呼，被什么咬了一下，不知道，扫一下。完蛋，今天完蛋，发财了，大全也完蛋。估计被他炸了一下。等等，难怪手麻麻的，我先给他做起来。剧毒海货。这边，十几公，给他走了，走了，可以，这个头可以，继续给他走了哦。赶紧放开。越来越沉了，我们得抓紧找货。螃蟹，这里面有虎鱼，我们得紧。这里面怎么软软的？我有点怕，十几公小的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软软的，行吧。差不多七八年的，花龙，这个漂亮哦，这个美轮蒸汽，嘴巴上的老大，不过它是美轮蒸汽，我是走越来越疼了，怎么办？这小的十几公，我们不要它。